会再一次。那另外很抱歉，由于车祸的撞击力道过大，导致病患的双眼外伤性视网膜病变。确定是你吗？小安，拜你，继续别安弄。跟我的韩国医吗？医生已经进来了。小安，雪兰做了。
抓住我嘞！吼、哦，安内你找到足危险的呢！来来，吼、哦，你安尼足危险的，安尼找到手是要安怎？来，手先说，我唔是甲你传渣的。然后我给你找啦。每天都是菜包，很烦呢。啊，我这嘛是爱等阮转来啊！啊，你家己抓住我遐找，足危险的呢！啊，若是搁出代志，是要安怎？啊，是你要食臭花粿啦，烧的啦，哎吼、哦，隔壁阿梅卖出呢，足 Q 的哦。我不要啦。啊，甲你讲过啊，啊小韩都无爱食，啊共摕遐多，嘛要创啥的啦？啊，见讲都讲袂听，有够烦的啦。啊，你毋是有包裹要小韩？我准备了礼物给你。怎样？做错事了？没有啊，我只想说我们可以一起养只狗啊。养狗？家里怎么可能养狗啊？我做香水那么多瓶瓶罐罐，啊，如果跑来跑去撞倒怎么办？我这样不用做香水了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可以去买那个，之前不是有看到、那個？你这狗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而且现在养狗很贵，你知道吗？我新产品都做不出来，根本就不知道下个月房租怎么缴。你可不可以多想一点啊？不要一天到晚弄这些有的没的。陈建文，你们在听啊？我警告你哦，反正我们家现在不可能养这只狗，你最好想办法自己把它解决掉。哎，你真的很莫名其妙啊你！怎样啊？韩呢？有你的包裹，我帮你放伫桌顶哦。是我阿钱借恁阿兄哦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先莫借伊，你搁要借伊，啊你是有甲讲无啦？有啦，我有甲讲啊啦，伊就讲后过就会还啊啦。恁阿兄哦，毋是第一届啊啦，顶摆若无钱就来找咱借，逐遍来你就借伊，啊借去的钱拢摕去跋筊呢，迄钱是咱辛辛苦苦赚来的，咱即嘛厝也毋是足有钱啊，你搁甲钱借伊，你是不作孝？难道毋免生活哦？咱都要一点啊。伊也过去啦，什么阁有一点嘛过去？你也是毋知影，小韩这么安尼，爱看医生，厝的嘛爱收费呢。啊，你甲钱拢先借伊，你有想着咱的厝无？啊，就讲阿哥就要行啊，伊唔爱讲讲啦。你讲这个问题。
我会甲吹啦。为什么跟他聊天啊？谁？他人家都说晚安呢，笑脸是怎样？你自己看啊！你在装吧？天哪，你是说新平？没有啦，我是要把狗还给他。那是他的狗，你要我们一起养他的狗是不是？那么太扯啊！你干脆跟他一起住上啊，还可以一起养狗，这是不是很方便？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奇怪，你怎么可能不喜欢他？你们都同伴那么久了，他不是很正吗？又很漂亮啊，怎样？哈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欸、你就讲啊，你承认啊？怎样啊？我夸张是不是？对啊，都是我不好吗？我人很差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跟我在一起啊！你找他去啊，你去找他去嘛，赶快去、啊！干嘛、啊？够了没？件代志，我甲妈妈一直伫想，什么时阵才甲你讲？嘛一直伫想，安怎处理较好？
迄时阵去病院，也有一件代志。护士甲阮讲，你有心啊。休息一下吧，鼻子都坏掉了。哎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，新配方。配方。嗯，但我一直在想说，请问应该换哪一种比较好？哎，真的啊，天然的很好哎。我很认真在想。我也很认真，好不好？帮我想一下哦。真的啦，严肃一点好不好？真的很严肃。你好好闻一下这个味道，我觉得这个味道 OK 耶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做什么？过来看哦。之前你说的这些，我帮你买了一下。天哪！哎，这个是我最想要的那罐。闻一下。嗯，这什么味道？这个保加利亚玫瑰。喜欢吗？嗯。谢谢。嗯。你开心就好。你好香。嗯。应该是保加利亚玫瑰的味道吧。怎么有凉凉的味道啊？无啦，啊，就搬物件哦，去漏着啦。今仔哦，恁爸有煮鱼仔汤，要阿你煲一个啦。嘿，足久哦，拢毋捌煮过物件。我会记得吼，上尾一届煮鱼仔汤是我做回来的时阵啊啦。今天还有煎黄鱼哦。啊，你拢骗会出來？啊，你是好骗师哦！Thank you.
涵，你今仔日等妈一下哦，啊，唔通乌白走哦，后日车足多哦。好。狗哎，好可爱哦！